OpenAI 今日宣布，由即日起推出 ChatGPT 嘅苹果 iOS 版本，供用户于 iPhone 同 iPad 下载，并且费用全免，冇广告。有关应用程式嘅外观同操作界面与网页版类似，功能相同，同时新增语音输入嘅功能，可以将语音转化为文字及支援中文，并能够准确咁辨识中英文夹杂嘅语音。另外，有關應用程式亦都支援付費版的 ChatGPT Plus， 不過該應用程式暫時只可以在美國使用，未來數週將擴展至其他國家或者地區。 OpenAI 承認很快會推出 Android 的版本，但就未有公布確實的日期。喂喂，看完咪走住啊，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。